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台北要干嘛吗？镭射？不是，是整形。他今天要割这个？对。啊，会痛哎、欸。没事，我就射突然。啊，不是咨询吗？没有咨询，我字典里面有咨询，你要做就直接用手。那不就很肿吗？对啊，很可怕啊。对啊，就没办法那个啊，洗脸啊。很紧张哦，妈妈。爸爸要放吗？小心。妈妈，你可不可以认真的换鞋？你有必要怕到刚刚那个软腿吗？刚骗他说，妈，我们今天要割眼袋，然后妈妈就开始慌张。那你今天是来陪我妈？然后你也会抽纸？这边没有这个服务哦，他没有。他们有比较特别的，我要换一颗头。我妈已经疯了。你妈紧张到已经鞋子都掉了。哎、欸，最近有人。这是帅哥，这是我们帅哥，还拍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他就是你的粉丝。对啊，他超爱你。我真的吗？超级爱你。对对对对。阿姨，他紧张的爆，他两位都好听。是吗？嗯嗯，有你妈有比一，所以你怎么骗你妈来的？我说这个啊，妈，你是雷射，是母亲节礼物。对，母亲节礼物，带你来这边享受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不会变年轻，不会逆龄成长 ，OK？ 妈妈放松了，放松了，妈妈已经哦哦。放松啦！你看来医美那多吸引，又美又那么多吸引，只有你那边叮当的卡布。要变美了，我们来给医师咨询一下。不要紧张，还不要紧张来。最主要是想要，我们今天是想安排妈妈先静脉雷射，还有针剂减脂，对，针剂减脂。在母亲节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变得漂亮，孝亲礼物。不要太紧张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东西都算是。我觉得非常温和，然后不会痛的。那打针会怕吗？嗯，还好，打针应该还好。好打针啊！那我的血管很细哦，很难打。不会，我们会有专业。我要别想你。找得到吗？这边没有压力球，但是你要帮你捏捏。哈哈哈哈哈！摸一下触感。下个月胸部你要装这个，不要，还装，可以吗？一直触感，自然就好了啦，这很自然啊。不信你看人家割的，纯粹感，然后这样抓，来抓看看，卖卖完了。哎，我这样很红，这样会不会太大？我没有，这什么姿势啊？妈妈放松了，真的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。所以妈妈第一个疗程是先，我们想说也做一些新医美，就是像是脸部的水杯说，先都是做一些基础的保养。突然间觉得好像变得有点安静。你说啊，对啊，因为少了，因为最后没有那个手术。听说有special的那个战斧，听说非常痛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会蛮有感的哦。什么感？会蛮有痛感的。原理是用音波的热能。然后它激发那个热能，会把脂肪细胞去做一个破坏。哦，所以它应该瞬间是那种很热的、很烫，是不是？诶，会有热烫感。诶，它平均的话，腰围可以瘦大概20公斤左右。那还蛮多的。对，我觉得相当多。是治疗的效果，就是跟发数还有能量去做一个搭配。就如果真的很怕痛的话，我们就把能量降低，发数拉高。哎，我妈不见了耶，邱美娟。还是他跑掉了。哎，这边好像。妈，妈在哪里？妈，妈还好吗？找不到你。不是在那边煮饭吧？煮菜的。煮菜阿姨。刚刚妈妈有比较放松，有打哈欠。小贝说不痛不痒吧？可以睡觉，可以睡觉。妈，那我要去做别的喽。哎，加油！这边自己先好好睡好。好，晚安。可以点餐吗？我们是医美。哎，
后面有可颂吧，我记得。点餐。哎，下面后面杯子都已经这样子了。那你要来杯咖啡吗？我不要，我缺的是酒。这边都是服务，这可以给客人用的吗？对，这边全部都是。我们还有一些小餐点跟烤箱面包都可以。哇哦！这边不是减肥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先吃再说。我还要做战斧吗？我想吃肥串。我就是计谋，就是让你就是做完再吃，好说好说，然后吃完再做，心机呀、啊，心机。准备接受挑战了吗？还没啊，白痴哦。这样子要打多少啊？我今天大概打1200吧。恭喜恭喜！什么意思？腰瘦，真的瘦了，真的会瘦。有人哭过吗？有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真的要这样子吗？准备喽！来呀！于是我们可以先试打一发看看吗？可以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上凝胶。真的吗？哎呀！还好啊、哦。哎呀！是什么感觉？刺刺的，因为我现在卡在。有点想睡，你知道吗？还蛮舒服的，因为我有帮你打那个舒眠针。真的会想睡。啊！等一下，刚刚来了啦！我刚刚被又对医生动了手。你敢抓他手臂？我大不了对医生动手，我刚刚是忍不住。是很烦的、欸，录的时候，然后你都没事，然后一关掉你就给我个尖叫。啊、我们贴心，我们就帮你拿了。啊、你看是怎样？这样要野餐的是？对啊。你要暂停一下。啊、可以先休息一下。好。哇，这是 VIP 耶、欸。有什么其他需求？嗯，你要磨皮啊？还是说要美甲？我看啊，我那脚指甲要重新换一个。原来是。那我们做个冰镇导入，嗯，然后再做一个光板珍珠冻。哇哦！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开始去做我们的静脉雷射跟我们的增肌减脂。那等一下我们带妈妈过去，那我们先卸洗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乱动！好，再补针，补针。我刚刚那个哦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什么感觉？嗯，很刺，很揪哎、欸。加美白点滴还是加体内脂肪代谢点滴？体内脂肪代谢点滴，窈窕一下啊、嗯，带一下都来了。不行，我体脂肪超高了。妈妈，我们这边请哦。不要紧张哦，这都是非常舒服的疗程。可以先帮我直接躺下。开始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帮妈妈做增肌减脂跟静脉雷射的部分。哦，这两个可以同时做哦。可以啊。省时也可以达到肌肉增加跟减少脂肪的效果。那我们的静脉雷射呢？增加我们人体的免疫力，还有降低三高那些。开心，漂亮，想着你的腰。什么腰？它就是那个一瞬间呗，只啊来不得！医生傻眼，我一直吓到。等一下，我直接吓。我刚刚阿姨为就这一块，对，他这块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这块怎么了。哦，目前是蛮有肉的、啊。就是谁会在揪？舒服哦，在那边喝茶哈、哦。不一样。有想再来吗？会再来吗？好吧，这嗯。然后你刚刚做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很舒服。那、啊、你做了什么？做那个拍打肚子的，啊，你有第一次经验，你下次会想来挑战那个雷射点？雷射，对啊，这边有雷射。有啊，你看你脸那个欧巴，你看看你照镜子，嗯，这么严重，下次还要来吗？下次就要重口味了。当然啦、啊，重口味开房间，一定要让你见到血流成河。好好好好好好。